到的味道，你说大海的味道，对，啊，请说出你的感想。海的味道，没错，就是海的味道，海的精华，一饮而尽哦。看你喝的，我零哦，有点浓稠。他有生蚝哦，然后他有附半盒生蚝。你说他少吗？好像没有说很少哎，蛮多的哎。这个快餐有四个僵尸。哎，其实算多哎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超好吃的，可是这个要先，这个要退冰。这是大小，甜不辣一斤，还有沙朗牛排。What the heck？ 哎，他东西羊小排，你好像只有一箱的，但拿着好像蛮多的呢。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各位，我们就是雪粉的线下聚会第一届，算是啊，我觉得上次去游乐园不算，所以那个不算是我第一次约。那这一次算是真的群组内的。那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水产用的食材呢，都已经拿进去厨房来去做处理，还有接下来雪兔要用到的是把那个木炭呢给通通过去，因为这些东西呢，其实水产用还是有卖的，但我想说算了，这些东西在这边用用就好了。会动哦！为了这一次啊，我还特别穿了一些不需要的衣服，就是这件灰色衣服弄脏了也没擦，然后裤子也是乱了，好不好？觉得好像。OK， 一包就这样没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后面觉得说太久了，就是用那个火种真的是太久了，直接索性买了一个喷灯，换那个用到天荒地老，太累了。而且一个喷灯才350块钱，我觉得还行啦，反正我家里没有。各位，我们终于呢把碳这些东西全部都弄好了，总计在这一次全部的基础花费大概是1000元以内，约莫是1000元以内。然后本次的算是线下雪难者线下的中秋聚会啊，我先感谢一下水产游，因为他这一次帮我们准备了，你自己看，其实一开始他只有给一小箱，然后给一小箱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想说8个人可能会吃不够，后来全部摊开来的时候，发现说好像蛮足的，应该是不用太担心些什么。这肉都很不好来。自己烤的香不香？汤哦，没有。可是旁边有水啊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呢，一个是战斧猪排，一个是沙朗牛排，一猪一牛，哇操，好恐怖啊！哦，那个油脂，好浅。哦，不知道。修。肉才给他对折。我们在这一次跟水产优呢拿的是8人份的烤肉餐，那我们猪排、牛排，还有一堆肉、串烧、海鲜、干贝、虾子，什么东西应有尽有。老实讲，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分量可能不足，但现在吃完之后，我觉得不会耶，其实不会不足耶。那当然了，大家呢烤肉还是要自备这些所有的烤肉器具，就是烤肉器具真的是一年才会出现一次。对，现在已经很少人会像这样子在街边烤肉或者是在天台烤肉，大多数都已经到了那种店面啊，吃完就走了。所以我真的是久违了，从上一次老皮烤肉到现在，少说我已经有3-5年没有这样做过，所以我觉得很稀奇。而且战斧猪排这个东西，我觉得真的超难烤的，这应该是目前世界难烤的东西了。感谢咱们的水产优啊，你看到，感谢水产优，赞叹水产优。如果有想要去订购任何相关水产优的产品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在下方的说明栏那边，我会放链接啦。那我不知道各位到底有没有觉得好吃或不好吃，但我觉得先烤完再说吧。是啊，不用选的，哪有不好吃的？哎、欸，你讲的不错。好，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给烤掉吧。好嘞。
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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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
好，这有味道，好美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啦，热豆腐啊，闻到那个味道，你说大海的味道哦，请说出你的感想。海的味道，没错，就是海的味道，海的精华都可以吃了，定油定油，我零油，有点浓稠，可是很好喝。哦哟，战斧猪排该切了。哎呦，是耶！哎呦，有熟，好强啊！哦，有哎，真的都有熟哎！我、瞧你，瞧你那么自信的，谁烤的？谁烤的？低调低调。对啊，这边纹路都很漂亮，都给够烤熟啊！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，我现在整个那个发型超狼狈，没办法，发型超狼狈，烤肉就是这样子，没办法保持优雅。优雅，而且我们还在炉火前面的第一线人员，我这边应该六分熟了。六分熟了。你最好尊重一点。你最好尊重，我劝你尊重。这一块都是皮，其实也是熟的、欸不是。不是皮啦，是脂肪。外面开始在下雨了，还好这边上面有一个屋檐可以来去挡一下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串烧呢都弄好了，一个是青酱鸡翅，另外一个是松露盐的鸡肉串，都还不错。可以。等一下换这个生蚝。好狠哦，吃全部呢，哇，还喷汁呢，哎呦，都喷汁，好吃啊。各位中秋节快乐啊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啊。我觉得下次可以再去看有什么样子的节日，再看看要不要搬在中部，或者再更下面一点？清明节，清明节哦，可以啊。清明节你烤啥肉、啊？清明节你要什么活动？你讲吗？你说吧，啥都会哦。你要精华补精华补精华，海雅可。男士们吃了晚上冰棒给我演啊。啊，这一定很烫，我不敢直接吃，我先喝两口就好了。不卖。啊，不卖。我单手好难啊。哦，好鲜啊！哦，有点鲜，好鲜啊！超新的，又鲜又新。好，吃完了，完全的全部都吃完了，我觉得超饱。老实讲，我觉得超饱。还有人没吃饱的吗？来，我去那个 Seven 那边再买几个给你们吃。谁不饱的，我还可以再买。别啊，我都要吐了。他还不错，我觉得他八人份抓的其实还蛮刚好的。吃完了，大家都差不多，肚子至少有八九分以上。你有几分？不要那边。有啦有啦，你不够那边还有啊，把全部吃完呐、啊。有啦，但嘴巴还没停呢，很饿哦，很饿哦。好吃啊。好啦，本次呢中秋节就这样子过了，那下一次的节日呢不确定，不可能是清明，清明太久了，好吧？而且清明已经过了、啊，清明每年都可以过啊。那在那之前还有其他的节日啊？我们还有什么？那也是明年的事情啊，那些哭哦。有了万圣节。重阳节是什么鬼东西？教师节，教师节，有人是当老师的是吧？那应该国庆也不会有人要庆祝吧？你们双十一，五天同庆呢，要庆祝？就顶多下一次的大节日应该就会是圣诞节了，我觉得跨年的话，因为大家各自都有个活动，可是圣诞节的话，我觉得也许可以来办个活动，再聚一次也说不定，因为我觉得半年到一年一次差不多了。对，半年到一年一次就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那感谢各位本次的捧场啦、啊，尽管本次也是烤了很久啊，两个人在那边烤，我们的膝盖都快熟了，因为这边真的超热，超热。好，也非常感谢水产油大大，阿里巴多，谢谢啊！希望呢各位所有人在中秋节都可以吃饱喝饱，然后。如果有喝酒的，记得不要骑机车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要乱骑机车。如果想要吃到更多水产优相关，或者是你想知道更多的品项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说明栏去点选网址去看看。真的，水产优从以前吃到现在，少说也吃了三四年了，品质一如既往的很高，而且他们的价格都还算蛮优惠的。如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去配，也可以直接去跟官网或者是服务人员来去讲，我相信他们都会有专人耐心的为你们来去做服务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学叔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拜拜。